頭先啊講過啦，即係睇下你哋今晚表現點咯。你哋好直接噶嘛，你知歌手同埋嚇同埋啲歌迷係咪先？你哋反應好啲，我哋又唱得好啲。你哋想聽耐啲啊，想聽多啲正歌，我哋又唱多啲咁解嘅啫。嗱咩歌聽唔到啊？得嗱，一間有咩歌漏咗想聽嘅，我又冇唱到咁衰嘅，就提一提我。看看今天有沒有機會唱完給你聽好不好、啊、跟著這個歌呢跟著這個歌呢有少少其實呢 有很多呢以前呢有些情歌呢說真的就不是特別有什麼就是很嚴重的一些事實怎麼說呢愛情故事不是一定關我事我想說是、啊、即可能是一些歌詞的一些即填詞人自己想像出來填下去我的歌那些衣櫃裡的男人其實我沒有這個衣櫃咁啊，所以咧，但係有一啲歌咧，自己背後咧確實係有少少故事，所以即係寫咗只歌。跟住呢只歌咧，咁想同大家分享少少事過。其實喺大概喺八年前到啦，咁咧就嗰陣時候我就準備緊我入行二十週年嘅一個演唱會紅館嘅。咁同一年發生咩事咧？就係、是、我太太咧就好不幸地咧就患咗 cancer。咁嗰陣時候咧就哇，我真係頭都痛埋啦，即係又要照顧佢啦。咁嗰陣時候就當然就保守住呢個秘密啦，因為即係一揚咗出去咧，你知啲傳媒好神通廣大，又跟我去醫院，又搞呢搞路，咁終於即係搞到我太太又知治病嘅過程又好煩啦。將會如果俾佢哋知道嘅話，咁所以咧其實嗰時候冇乜點同任何人講，得幾個熟嘅兄弟知道嘅啫。咁啊～嗰年咧就又要準備個演唱會，你知準備好鬼多嘢噶嘛，即係又要排舞，又要度橋，又要練歌，你知我又彈下鋼琴，又要練琴，搞呢搞路。咁啊，朝頭早咧就要即係一個禮拜可能有幾次啦，都要陪佢去醫院啊，做嗰啲電療啊、化療啊，跟住等佢安頓咗，佢屋企瞓著咗，我又出去開會啊。跟住有時夜晚咧就要你知，我哋成日都飛嚟飛去做嘢噶嘛。夜晚有時又翻鬼咗去大陸做嘢，做完嘢之後咧就漏嘢，又坐翻車翻嚟，跟住朝頭早又去醫院。哇！嗰年嘅嗰年一二年嚟，或者淨係頭都暈埋。咁但係終於咧，即係經過一輪治療之後咧，咁佢就康復咗啦。咁啊，到到而家咧都有八年嘅時間。咁所以啊，跟住有呢個歌咧，其實喺佢康復咗之後咧，我就即刻揾阿林夕，我話我真係要寫翻一隻歌嚟送翻俾佢，即係打贏咗呢場嘅仗。咁所以跟住嘅歌咧就我仲帶咗 music video 嚟嘅，咁啊入邊咧亦都邀請翻我嘅太太親自嚟演出嘅。佢以前係真係拍嘢噶嘛，佢都係 model 嚟噶嘛。咁所以咧就佢好耐冇拍過嘢啦，咁所以就邀請翻佢出嚟。因為其實講真呢、這個題材呢、這個咁嘅 video 揾佢拍，揾邊個拍啫？咁都係佢啦，係咪先？咁所以希望大家中意呢只咁有意思嘅歌，送俾你哋叫做《半邊生命》。
情怀可不那自由抱入怀，在这。